错了啊，十个，第一位得主是，哎，怎么都是票选给林森海老师的陀螺网的哈、哦？沈明珠小姐来自台北市新泰路五段的沈明珠小姐哦，在场，来来来来来，恭喜！那那，哎、欸，我们待会给工作人员补个证件，来拍个照，拍个照留念好吧？拍个照，拍个照，来，上上台，上台来。来，来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给工作人员稍微签收一下，好吧？签收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来，第二位幸运的得主是投给我们米雕的周品生先生，周品生，好、哦，在这里，来来来来来，恭喜。好。也上台来接，来来先合照一下，来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到旁边稍微补登记一下啊。好，再来抽出第三位幸运的朋友。哎、欸，不是，重复得奖了。好，重复得奖，我们就把机会让给别人了。哎，投太多了，投太多了。OK， 来抽出第三位，哎、欸，也是投给陀螺达人的杨毅兰先生。我们在现场，杨毅兰，一声杨毅兰，两声是住在北市吴兴街的杨。好 ，OK， 家属代表哈。哦那个核对一下身份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再来抽第四位哈，第四位，袁世义，来自台北市吴兴街的袁世义，医生，好、哦，在这里哦，来来来来，恭喜恭喜，好，好，我们这个作业快速点哈，来，第五位是吧？第五位。怎么又是周先生？周先生你写几张啊？哈、啊，你写五张啊？五张你就抽中三张了，太厉害了！好，我们换，把机会都让给别人哈，每个人都有哈，好不好？来，哎、欸，怎么又是袁世义先生？又抽到那边领奖？哎、欸，不算不算，好，重来好不好？让大家都有机会哈，不要重复得奖了。林金妹，内湖区的林金妹，林金妹走了哈，好，那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啦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要，我们你在场好不好？你在场，好，好在场好吧。来，柯威一，来自北市中山路的柯威一，哎，这里，哦，有，好，来，恭喜。还有几位？五位。好的，好，好，来，我们继续抽。下一位幸运的得主是李孙安。哇，恭喜恭喜！来，好，来，再来抽。不是，你一直跟我挥手，就表示不要。你一直挥都不会抽到你的。你要对，你要一直讲的，你一直挥，不要。好。潘雅妮，潘雅妮，哦，有，在现场，好，来，我弄，手机电脑难听话，来，好，这一位，真的就抽到小张了，哎、欸，这是一位外国朋友哈 ，Matsu， 要我抱，有，在后面。好，哎 ，Mark 哦，这是来自菲律宾的 ，Come from Philippines， 那哦，菲律宾的朋友哈、哦，哎，也参加我们票选啊。好，接下来是陈春生，板桥市的陈春生，医生，板桥市的陈春生，有没有？哦，有，好，哎，恭喜，好，没有了吗？都有吗？都有了。是不是都读了？
抽抽抽，好，来，再来抽出第十位，哦，举手的啦，啊，举手，举手就是你的了，看看是不是幸运的得主是。话头，新闻回是吧？北市吴兴街的，是新吗？新闻回，北市吴兴街的新闻回，两声，新闻回，啊？你刚刚好像领过奖，来。就不要了，把机会让给别人哈。刚刚领过奖哈，好，来，再来抽出第十位。哎，沈明珠有没有得过？沈明珠得过了啊，大家把机会让给别人。好，来，这位新的朋友是易金秀，简易的易，易金秀。两声，易金秀，北市信义路六段的易金秀，在，好，拒绝，拒绝，好，再来，我们来把这个奖项呢，尽量送给在场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哈。黄立明，来自大理市，台中县大理市，哦，台中县大理市的黄立明。啊，有人又摇头了，因为不在场。呵呵，有人又摇头了，呵呵，哎呀，很可惜哈，哦。我们的奖项啊，为了要让支持我们现场的朋友，所以呢，黄阿星，北市内湖区黄阿星，核对一下这边，好，看看有没有哈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送出这两个非常精美的手链，好吧？精美的手链，来，我们来看幸运的得主是，哎呦，哇，这个是谁？这么难？陈桂梅，北市西藏路陈桂梅，医生，好，哦，啊，在那里面 ，OK， 好，恭喜恭喜。再来抽出第二条手链，第二条手链，来到旁边，好，哎呀，沈明珠又重复得奖了，哇，哦，写那么多张啊，这样让我们很多朋友没有拿到彩券，真是蛮吃亏的。好，这位幸运的朋友是何翠，敦化南路的何翠，一声，敦化南路的何翠，两声。敦化南路的何翠，三声，没有了哈，拒绝。好，接下来抽出的是王巧如，啊，在这里，哎，母女党两个都中了，啊，啊，这么恭喜啊！好，恭喜以上的得主得到我们的非常非常精美的这个保养品。好了，我想我们今天的活动呢，到这里就圆满落幕，谢谢各位今天的莅临，更感谢我们所有支持街头艺人的长官以及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那今天我们第六届台湾十大杰出街头艺人的颁奖，以及第二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街头艺人受证仪式，在这里就圆满落幕啦。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拜拜了，谢谢。